我地方，我地方啊，600多个菜，对。订这个吧，108平啊，订这个吧，可以吧？这个200啊，太行了，哥们们啊，可以吧？兄弟们，那就这个房间吧。快点订，今天事情多得很呢。哦，OK。必须有厨房哦，赶紧看清楚。有厨房啊，都有，都有，都有。和大勇两个那激情四射嘛，是大勇。是。别订房了，去横批广场坐吧。他妈坐坐这些菜，可能坐到明天天亮。拿那个卡，买个卡式炉坐的话。不行，德子嘛。请德子待会儿喝完酒之后又当场开我专场，哥们儿一天，哈，兄弟们。门票要那边给我，我打电话。啊，这边习惯他了，慢一点。定了。对。那他请他去酒吧，喝了一打酒了，然后他又打了一打酒。咖啡兄弟在了，我带我徒弟过来吃饭。喂，哎，你好，我订房了，你把那个密码发给我，还有就是门牌号发给我。喂，你加我微信了吗？我你这个130这个号是你微信吗？哦，好好 ，OK。咋子啊？这不得10点钟吃吗？哎呀，没事儿，相信大勇啊。上午教学，晚上去唱到0点，忙啊！你看吧，啊，有大生意，好了。好的好的，邵老师啊，今天买了600多块钱菜啊，我是叫了你哈，邵老师，你来不了啊，邵老师啊，你下次的话就请我吃土鸡吧，邵老师。全是海鲜，你好好。今天600多块钱菜，那全是海鲜啊，今天都不用你做啊，今天有个厨师做啊。嘿，干嘛啊，兄弟们？管他新不新款，贵不贵哦？我在这里提都提不动了。订房了，房间订了啊！他马上说他不忙了，位置订啊，打车。对吗？
反正我刚发身份证照片，不知道有没有啊。我找到身份证照片，兄弟们。我就发一个，欢迎富贵哥，我就发一个给你嘛。这个是我的身份证，也是我名字订的房啊。马上我订了个房啊。看梁明哥，千万别让那个老逼贼来。是有多讨人恨。好的好的，邵老师啊，今天买了600多块钱菜啊，你我是叫了你啊，邵老师，你来不了啊，邵老师啊，你下次就去我吃土鸡吧，邵老师。今天600多块钱菜，忙中请勿打扰。今天都不用你做啊，今天有个厨师做啊。好了，以后都不打扰了。哎，我仁至义尽啊，做到仁至义尽啊。我叫了他的哈。要打车过去啊。大勇，把你身份证那个证那个发给我。我没照片，要回去拍。另外一个我朋友他没有照片，把他那个身份证号和名字发给你嘛，可以吧？那么麻烦，哥们，这逼真的是，哎，这个手机没照，哎，那这意思？你说晚上发给他，你说晚上。等会回去晚上发给你，回去晚上发给你啊！你先把那个，你先把电话那些，密码。你说晚上他拿着行李。等会晚上发给你，晚上发给你啊！你先把门票还有那个密码给我说一下啊。你那个你在支付宝上面，你给我个截图那个。我没有支付宝，你忘记了。我这个没有下支付吧？嗯，我是用支付宝的人。啊啊，一晚，你说行李没在我们这？等会儿晚点发给你，晚点我把他的发给你啊。你先把你先把房间的门牌号还有密码发给我，好吧？好的好的好的，没事没事，你先把门牌号还有密码发给我啊，还有小区名字。什么上海小区喽，哥们儿一天、啊，我看到了，看到了，老板。我这里是浙江啊，你给我发上海的定位啊，大哥。他给我发上海的，哎，我订的是横店的房子，横店的房子啊，是吧？他还逼他给我发上海的，你看吧。你看嘛，上海是浦东新区啊。莫非真要我们去上海？对。一会儿他们家发定位，你就发上海的定位去给他们家人过来。我没改定位，我操！退了，退了，退了，退了。
横店，你订我房子干啥嘞？那马上我把取消了，马上我把取消了，你同意一下啊？估计我没的，估计他定位定错了吧？哎呀，怎么这一天？哎，上海浦东新区都比这边那便宜。我取消了，我取消了，你同意一下啊，你同意一下好吧。哎呀，怎么定吗？怎么定去上海了？牛逼了，你看吧，那逼养的，当前为止上海。哎呀，每一步都节目啊，兄弟们，兄弟们，兄弟们，每一步都节目啊。哎，你怎么笑那么开心？退不了，来前台退。我节目话说。我觉得你是故意的。你说你是不是故意的？嗯。就。那可惜了，可惜了，可惜了，可惜了。真白，真白啊。这个只有57品不要啊，有57品。嘿，上海浦东新区的100多个平方，那才200块钱。这横店比上海那还这横店那比上海兄弟还亏。刚才上海的房间那房子是真巴适啊，我操！兄弟们，他必养的。怎么回事？你50匹，50不好，还是电磁炉，那么要做到几点钟去？哎，兄弟们，江南河，南江河。这70匹，这小两室哎。我找大一点的哥们儿一天啊。一室两床。这儿有。没有平方数吗？你是两次或者三次？哎，我都是醉了，哥们们。
上海的房价比这里贵多了，但是比这里便宜啊。哦，这个可以，100平啊，这个可以啊，230啊。一厨一卫，可以。单气炉是，要有锅吗？这个好像没有锅，我操！确定。有燃气炉，有看到。定了。没有，哎，什么就报销了，哎，这个，我定了，你看这任何东西都有，我看了，看了，我没看到呢，你微信推给我，这怎么飞呢？快点扫这个二维码。哦，你看那房子怎么样？可以。不接电话，我取消了，我操！不管嘛，你先扫码扫这个。我那都是你非不喜欢吃龙虾。这在哪里了？哎，2.5公里。我预定。看嘛，这个我预定。只有75平，大勇这个。那这也可以啊，这什么都有。他那里哪有什么那都有。厨具有没有啊？厨具餐具。应该有吧。我先打电话啊。哎呀，不接电话呀，他妈的。倒闭的。他妈搞得像你电瓶车一样。我现在订的是100平的啊，订啊，但是没接电话嘛，他没给密码。不给密码，这个逼。
哎呀，真的一凡取消了。哎呀，真的是烦。取消了。什么就关机了？哎呦，你这么客气干嘛呀？你看小天爷给你什么东西吃？今天今天凉凉凉凉吃的。谢谢爷爷。哎呦，哦，这个大，贵了，取消了。没有，很烦啊，那个笨逼。订另外一个，订另外一个啊！我这个我刚取消了。哎呀，我取消不了，还不能同意。帅烦吗？烦了。转人工啊！哎呀，他妈的，取消不了，打电话那又没人接。没开人工啊？真的，你说东西的那美团烦得很。哎。反正六点钟了，要坐到几点钟去？他们哈哈。对呀、啊。定了，兄弟们定了。平台，看平台电话嘛。哎，我再打个电话。定了，房间定了。哎呀，别说了，妈，我抽死了。定了。哎，过了六点，哎，他。
谁有美团的电话投诉？谁有美团的电话投诉啊？哎，兄弟们，那我先点了入住，那你知道吧？啊，哎，我先点了入住，然后现在就取消不了了啊。哎。联系了，正在排队客服。就算你点入住，还不是没有密码，没有什么。对，要密码，哥们儿。他连电话都不接。我打客服热线啊。我再打客服热线啊。哎呀，真的烦啊，哥们儿，客服没人接，客服，挂客服都没人接，美团的。这个18点之前未入住的全额退款，怕什么？到了一年去看两年，后来就不看了呀。过年我都会了，我都会。什么就不要了？不用代加工，要大勇做代加工就贵了，低保哥，代加工那没有3500，是吧？而且是我房子定了，你打了没人接是吧？打了没人接啊，打了啊，1010，然后。CPU 都烧了 ，CPU 都。双眼电影请安逸。我这大石头大脑不够用了。请安逸，打车用户请安二，打车司机请安三，找回上级菜单请安信号键，重听请安信号键。我 CPU 不够用了，兄弟们，他妈。今天民宿订单。您好，还在
在。咨询哪个订单？民宿订单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我要投诉你。您的问题是否解决了呢？没有解决。订的民宿没有电话。没有解决，没有解决，我要投诉你，房东联系不上。被解决，请按零。转人工服务。您的输入已超时，请重新拨打。转人工服务。这就是节目啊！他妈的！跟机器客服聊这么久。400个人看你订酒店订不到。再打个电话，你给我说。哎呀，他妈，他说懂了，明白，你没买个蛋，你明白啊？我说房东联系不上，我帮你联系，先稍等，你马上拿联系，正在尝试这个电话联系，我点入住，房东没联系，懂了，没有密码，明白？速度啊！那逼啊，你懂了，你懂个蛋，你懂了，懂你才懂啊。那逼养的，哎，这是人工，这是人工客服。没有密码，大哥，要密码，民宿都是密码房，哥们儿。哎呀，我真的是，我是醉了，兄弟们。订个房他妈都是。重新订一个吧，重新订一个。他没退我钱，你知道吧？怕待会儿他联系之后他不退钱了。这个我给他打多少电话？在你说电话我还打，你和客服聊。客服怎么说嘛？客服也联系不上。客服给你那个字典，行不行？我哥们儿一天，我那客服来了啊。喂。远山民宿的，你好。我那个房子定了，我点了入住了，然后我给房东打电话，房东他一直没接。你现在在哪？你现在他门口还是已经走了？我现在没有走，我现在在横店，我离他房子就一两公里，我要住那个房子，我钱已经付了，我提前点了入住，但是现在就退不了了。我现在我着急，我入住，他要么联系上我入住，要么把钱给我退了，那就这么简单。
我现在才打了两遍电话，这样子行不行？我们卖雪兔，要不就你能出，要不就给你退。然后现在是那个6:07嘛。那你给退了，那你给退了，快。我现在没办法给你退，我现在才联系两天，没联系上呢。我这边的话，你起码的话得让我联系个5分钟。如果说我一直联系不上，这样子。我再给你5分钟联系，好吧？可以吧？没办法，这么短的时间，我没办法帮你申请。哎呀，我菜买了，等会儿肉臭了，大哥，我着急回去那个做饭啊。今晚能等个10分钟吗？太久了，我等不了啊！你东西，他房定了。我再给你5分钟，我都给他打了10分钟电话了，大哥，我都给他打了10分钟电话了，你看一下我是多久我下的订单，大哥，你自己看嘛，真的是一天，哎，我都没入住，房东，再给你5分钟，待会儿肉臭了。我说，你说我在这街上站着的，我这边打五分钟我就被取消掉，这房东还找我呢。你叫他退。哎，我都没入住好吗，大哥？我都没入住，电话都打不通。你要不就是说您现在等一下，我现在帮他女的联系一下，然后我这边也申请平台这边。等你10分钟啊。我今晚直接退。等你10分钟，你10分钟联系不上，你就给我直接给他退了啊。我这边也会申请平台，我先申请一下。你不要升级嘛，你是，哎，也真的是，顾客是上帝。但这个情况的话，我如果说关我们，你们想一想，拼多多为什么做那么好？你们为什么那没有拼多多那个做得好？如果是拼多多，那钱早就退了好吗？真的是，是不是？你真的是一天。那这个生意，多去看看拼多多。对顾客的就服务态度嘛，你马上联系，是拼多多的话，那早给我退了，真的是，哎，是那还快，给你10分钟好吧？那我先挂了电话，我给你一杯。是拼多多吗？钱早退了，一摊，还是逼养的，还一摊啊？是不是兄弟们、哥们们？哎，拼多多给你多少钱？拼多多那怎么不能订房啊？是啊，不要用美团，啊，逼喊的，哎，那批商家啊。多多新用户赢得你飞好感。我带不了东哥，东哥，我带不了东哥啊。哎，我是电美团小贩，难受了嘞。美团那个也是第三方的。密码不给那个逼人啊！再打个电话，万一他接。真他妈烦！真他妈烦！肉都臭了。喂，你把密码给我，大姐嘞，我都等了半个小时了，你没看到我订你家房了吗？不好意思，我家没开门，不好意思啊。你急一下，你把密码给我，大姐嘞，真的是。好，不好意思，我刚刚没开那个，没开那个手机了。哦，行。
我只有一点几公里，你不给密码我怎么敢过去吗？我现在我就过去，你把密码给我，密码。房间号还有。对对对，你那有锅吗？可以做饭吗？啊，就是那个有啊，灶那些东西是有的。锅有没有锅？锅是白菜有的。啥？锅没有配的。没有锅吗？对啊，没有锅的。你没有锅，那我怎么做饭啊？你是住一天还是怎么啊？来、哎。我要住几天，我要住几天，你给我找个锅，你给我找个那个炒锅，还有那个还要蒸饭那个锅啊。我们那边没有配那个锅的了。你该配嘛，你平时你不配锅，你两百多一天，那你不你两百多那几天你不配锅，对不对？就是两百多哎呀，是那浦东新区那才两百多，好吧，你看看吧，你的，你。那上面也有的，就是没有锅那些东西，别的灶那些东西是有的。我能，你没有锅，那我给你，我能给你退的吗？我能重新找一家那个有锅的吗？别人两百多，那都带锅，那你就没有锅。那我能退的吗？我还没入住。那我让我给客服打电话啊。我起码我住两三天嘛。你给我搞点个锅过来，锅还有铲子那些，锅铲子还有菜板，还有那菜刀啊，对吧？锅碗瓢盆还要菜刀菜板，就厨房用具嘛，是吧？你要配好嘛，配好生意那才好嘛。你是啥都没有，啥都没有，你光提供个厨房，别人人在那做，那怎么整嘛？你那个是民宿好吧，对不对？那你说是这个道理吗？你配个灶和没配那有什么区别吗，大哥？那大姐，那我还住民宿干嘛？对不对？最主要我没有那个东西，我有以前说我就是那。你买点配上嘛，以后其他人嘛那也能用嘛，真的是，是不是？我那个房子是你那看一下，你下单的时候我上面应该也写。你没写，你写的是有厨房用具，好吧？厨房是有的呀，我就是说有灶呀，要不灶有的呀。哎呀，要不要给我配，要不就退了，反正我住个两三天，好吧啊。那你退，反正我没配有那些东西了。那我打那个打客服给我退了，好吧啊。我也不知道怎么退，你能退你就退掉吧。忘了。我住你家民宿，我还要去买。我还去买厨房用具，是吧，哥们儿？一天啊，对不对？民宿客服热线，非智能拉扯。我们的双引智能拉扯。
没有厨具。家人们谁懂啊，家人们，家人们谁懂啊。哎呀，不接电话了，不接电话了，哎。太难了，太难，太难了，哎。哎呀，不要过来蹭嘛，这些逼摊。哎，那个。我订了一个那美团的房子，我订了个美团的民宿，它上面写的有那些那厨房餐具，但是我把菜买了之后，他说就只有那个炉子，他没有厨房餐具，他让我去买，我现在我还没入住，我想把这个房退了，我重新去订有厨房餐具的。对对对对，我打电话他确认了他。他过那些他都没有，他让我去买，我住民宿，我住一两天，我不可能，我还要去买锅，还要我不可能还要什么买锅，我还要买那些就是锅碗瓢盆嘛，对不对？是吧？这个订单订已经联系过我们了，但是我的同事他那边一直帮着处理，但是他运行的时候看到你的电话应该没有。没有，现在刚才是房东电话都没打通，现在是房东电话是打通，但是他那里没有锅碗瓢盆，他都没有。那个菜板那菜刀那些那都没有，那我所以说我就没办法他做饭，你知道吧？我不可能我去买嘛，对不对？我知道你的这个电话是什么原因打不通，我说打你这个号码没打通，刚才没打通，是刚才我给房东那在打电话。现在我让同事联系一下你好吧，因为你这个订单有他那边在处理。好，你让你同事马上联系我好吧？啊，你快快啊啊啊！对了，操！我说必须给他退了。哎，我，哎，对不对？哎，你看看，你非什么？那全是就是节目啊，对不对？哎，其他人，哎，其他主播啊，那边都站不上，只有靠骂你飞哥，那才有人看他，对不对？哎，一天，谢老陈，一飞就是那全是的节目，对不对？哎，开玩笑，哎。订个房都有400个贵宾，是。喂，那个房东也给你打电话吗？打通了，但是他单子上面写的是有厨房餐具那些，但是我打电话，我问他，因为我今天我买了菜，我什么我都买了，但是他没有锅碗瓢盆，还有菜刀那菜板那些他都没有，然后他上面写的我打电话说他是没有，他让我去买。我过来住一两天的民宿，我过来旅游的，我不可能，我还自己我买了一些东西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说我现在就说，我现在我没入住，我现在就想把这个单子退了，退了之后我重新我找一个有锅碗瓢盆的。你这个他这个没过显示也是不提供那个就是主餐点。他上面写的是有餐具来，你看嘛。你看嘛，上面是写的有嘛，对不对？我打电话问了，我住一两天民宿，我不可能我还自己我去买锅碗瓢盆嘛，对，我不可能买了之后到时候我把带回去嘛，对不对？他这有那个餐桌燃气灶和抽烟那个油烟机的，其他买了，对不对？他上面还没写，他上面那就该写，就只有炉盘，那没有锅那些。就是他没写东西，他没写清楚，那不能怪我吧，对不对？我住民宿，我就想做饭而已。那不然的话，我就直接住酒店了。我何必去住民宿嘛，对不对？那这个订单你跟他打电话，他同意给你？他同意取消，他让我通知你们取消，他同意了，知道吧？我现在去给他打电话，你最多等5分钟，5分钟之内给你回电。哦，行，快去啊！直接给你打电话打不通啊！等一下，我刚才我在给他打啊，他没有锅碗瓢盆，你知道吧？啊。哦，行，你等一下，我现在给你打电话。操！
我必须给他退了。65分钟。哎，反正不退不，那不退，我就在他那个那坑里面给他给拉泡屎一天，那不退不了了，兄弟们，现在。能他妈手机上我自己能退，那我不退嘛啊！是吧？不退那这。好的。那沙老师过来吗？沙老师过来了。没有。沙老师今天吧，沙老师你看吧。沙老师今天你看吧，叫沙老师看吧。今天菜买太多了，沙老师说完了，沙老师。他说请问哪的？好的，沙老师啊，今天买了600多块钱菜啊。我是叫了你啊，沙老师，你来不了啊，沙老师啊。你下次吧就请我吃土鸡吧，沙老师。今天600多块钱菜，那全是海鲜啊。今天都不用你做啊，今天有个厨师傅啊。哦，绿绿来了。忙中请勿打扰哈。哦，绿绿刷了荧光吗？绿绿。给兄弟们听听什么叫做真正的萨克斯，兄弟们。给兄弟们听听就什么叫做真正的萨克斯，兄弟们。哎，兄弟们，飞哥，沙老师吹了个叫萨克斯。来了。喂。喂，说了吗？我到时候给你退掉，钱全都给你退掉。对，你给我退了，我重新我订一个，我要做饭，大哥，我买了600块钱菜，你要理解我心情是不是？我操，你能买600多块钱菜怎么做？我。大哥转的钱，大哥转600块钱啊！啊，行吧，那今天我给你取消掉，不然要原来我给你返的。你好久给我取消啊？我现在给你挂完电话就给你退。哦，好，行啊。返乡最晚到账，最晚到账时间是最晚是24小时，快一点的话就可能10几分钟、20几分钟左右。快的话应该是那秒到账，好吧？啊。行，拜拜，再见。客服惊呆了，怎么还聊上了？怎么还给聊上了？哎，你怎么买600块钱菜呀？看吧，兄弟们，你为这个对不对？浑身就是戏啊，兄弟们啊！什么叫做人才啊？如果说每一个人才能上你飞店的话，快定！你拉扯50分钟了，定个几天？我扫你那个。我那个不知道在哪里去了，扫你的，快扫啊！有足迹的大哥啊，软件啊，嘿嘿，吓死了吧！你快看，有足迹的一条，我在找，你找到没有啊？没找到。啊，找到没有？你找到没有啊？有足迹，你点开你的那个。你问他。这个。这个漂亮，你问他多久下班，那可以多等一会儿，没事的。样样都有啊，你看看这个是不是烟的？好，你看吧，样样都有。哦，餐具锅具，我这个只能我扫。啊，你推给我，没事。75个平方，有点。再定个那没有出去的，再定个那没有出，我直接我又给那个逼他打电话，喂，兄弟，那还没有，你再取消一下。
你别慌点入住了，这个75个平方嘞，够了够了够了。是，先付款。你别点入住了。我先打电话。是心太软，心太软。我喊你家二爷。题我都自己看，是简单。210这个。我打电话，打电话，等等等。给荧光棒啊！主播大飞五肉啊，不要改姓名字。喂，那个我房间订了，你妈那个地址还有密码给我发给我啊。问他有出去没有。我直接把我的那个身份证正反面发给你，好吧。我看看来啊。你这是横店的吧？哦哦，你这很这很这不是上海的吧？哦，好的好的，我知道。我是横店的，2.6公里。我怎么就是我怎么就发不了那个？我发给你了呀，你直接点击进去就可以了呀。哦，那个有锅碗瓢盆吗？那都有吗？锅碗瓢盆、油盐酱都有。哦，好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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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OK OK。因为我平常自己都是我自己的家，然后。哦，自己你自己那不住了，好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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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。啊，他是自己的房子。而且我是今年刚装修好，都是新的。哦，新房嘛，哦，你家还是比较便宜啊。嗯，我看你看过，你今天看过，我这才180平，为什么这么便宜？我随他再算。哎呀，没事儿的，一成，你。没关系的，不是不是，我装修有关系，我今天自己刚收拾好，我说。好。我添加了，添加了，添加了，添加了啊！我这看完图密码，不是都编辑发给你的啊？你只要把发给我，马上过来入住了啊！啊，行，你这是这样的，先开车来吗？啥？先开车来吗？我打车过来，你看我是成都的哈，我怎么开车过来的哦？但是我这不是我们这边选这个电话标的是异地的，看不出来。哦，我成都的哈。我打车，我打车进来啊，啊，行，让我发密码，那你把密码给我，好吧，拜拜。快点打车，打车，打车。还是我那个美团客户，还关心我有没有汽车，哎。他让你停车，让我停车啊。他是自己的房子是吧？对，我还问他是不是上海的，兄弟们。你看，还是我这个靠谱一点。告诉他今晚的。哦，算了吧。哎，老师，你在我在哪里嘛？我在你心里，我在哪里？在你面前，在你手机面前。我在你手机里面。邵老师嘛，邵老师今天练舞啊，哦，吹叫人吹萨克斯，兄弟们，人家在忙到12点。邵老师萨克斯，我越听我越觉得是噪音，兄弟们啊，不是永远吹就是那几首，他真的是噪音，我听多了之后，对，心疼。哇，他说的是刚刚装修的，我操！他说他自己住的。风云哥今天加入没有？风云哥应该
应该最近两天比较忙嘛，下午来看了一下啊。大哥忙的时候，大哥在忙的时候，大哥都不下任务的啊，因为大哥忙的时候，他就过来就是进来看一会儿啊。好吧，一会儿富贵哥过来看。你两个逼还在菜市场这里啊？还点哈？一个小时了。富贵哥一般是只买菜，他不看。有时候看的，做好了他要看的，好吧？对他看一下啊。看你后面那个，是吧？这绝对的，这绝对可以。哦，烤了车没有？今天富贵哥买了600块钱的菜啊。今天富贵哥买了600块钱菜。好白菜又让猪拱啊，你想说的一句话。你看吧，这全是。连调料都是富贵哥买的。500块钱的菜，100块钱的调料。对，500块钱菜，100块钱的调料啊。鸭螺。所以说那个民宿可以多住两天啊！你发觉没有，富贵哥就喜欢带壳的东西。啊、对他以前那个帝王蟹那个带壳。哎，真宝蟹，他不是说，还有那个波浪也是。去哪里住嘛？就订了个民宿啊。最近几天就住民宿嘛，没事了。住民宿自己做饭的话，有节目效果嘛，对不对？大哥们也能买了菜嘛，啊，是吧？少了哥，那等他去。我看他能吃得完不？啊！再煮一锅米饭，让他去。今天本来说好那个妹子他妈在拍戏，我那个这是在拍戏没还没忙完，我让那个中介，我让那就是中介给那妹子说，7点过8点钟拿都行，晚点拿都行啊。那个妹子呢长得那确实丢的火嘎，大勇。今天去那个去民宿里面去做饭啊，是吧？今天妹子那真长的。叫长毛倒车来。长毛嘛，让他走路过来。啊，让他走路过来。你说我发地址给你，我们换地方了。你打的车到没有？你今天要过来吗？你今天要过来吗？今天。叫谁？你打的车没有？这个妹妹是那天那天我在路边上加微信的那个妹妹，兄弟们啊，你好主播啊，快看一下车到没有。你今天咖啡吃完了叫邵老师过来。昨天妹妹不行139车来了。这还把东西拿过来。一会儿去拿了。车。邵老师才跟飞合作几天就做邵哥嘛。这不是奔驰这个。我操。怎么粘我一身水，兄弟们。寒鸭血，兄弟们啊，兄弟们，到成都了，兄弟们，这个招牌配上重庆小面，再配上那这些，那像不像成都，兄弟们啊？兄弟们像不像成都啊？哈，这你要再提点东西吗？你提的嘛，啊，大勇提的，大勇，再来，看一下后备箱，老板，师傅看一下后备箱，师傅。看一下后备箱，你提完了吗？走，手机尾号2025啊，走，2025啊。系安全带。有行李啊，行李在那个。今天这个酒店，等会儿过去拿啊。一会儿自己打车去拿了嘛，我在里面做菜。啊，拿不到我那么多行李。要多久去拿？我们过去吧，把房东就下去拿行李吧。
我拿不到那么多行李。他妈坐要坐到几点钟？他妈今天吃宵夜。慢慢坐嘛，慢慢事情慢慢做嘛，对不对？会时长哦。哎呀，时长嘛。广西特色。现在时长拉满嘛，今天啊。最少十二点钟全部做完饭。哎呀，慢慢做，慢慢吃嘛，大勇。相信你啊。做不了那么久，大勇。最多两个，最多两三个小时，兄弟们，最多十点钟啊。没事，大勇，我在外面，我给你揽任务嘛，边做边喝，大勇。真的。啊，可以吧？我要和他喝。叫德子嘛，你们又不是不知道，前天晚上吃饭，那过去找德子那个逼一天啊，过去嘎嘎骂。骂完之后我把酒喝的时候，哎，好了之后我帮他把单买了，单买之后我又带他去酒吧去喝酒，喝完酒之后还没喝完，那又开始那开我专场了，兄弟们。所以这些东西，哎，我真搞不懂，这逼养的一天啊，是吧？高飞，嗯，这天我生日啊，你不买瓶香水送我？不，你生日嘛啊？啊，生日。嗯，快懂的啊，所以说你就是你真搞不懂啊，哎，那个逼养的啊啊，我反正我江湖道义我做到了，以后要找德子的话，就是大哥安排好了之后，那我再找吧啊，是吧？嗯，没有他，一个要去西藏去了，你还找德子，德子去西藏找你，他脑子那真有问题，兄弟们。包括很多大哥都跟我说过，他说那德子老子那有问题啊，你不要和他计较，兄弟们，真的是这样的啊。他喝了酒之后就那样，兄弟们啊。直播间多少人？没有多少人啊。赚妹妹赚五百四啊。六百四总共。那是那一百是中介费，那一百块钱，你知道吧？那百块钱还有百块钱是中介费啊。大飞难道那没问题？我都这样了，我还有问题，哥们儿，我不知道那，我不知道那直播，那除了我之外，那还有好人吗，哥们儿啊？是吧？你说那么多啊？昨天那个女的我不叫啊，因为怎么说，昨天的话不行。昨天那个女的我为什么我今天我不叫过来，因为她不能给我带来收益，那就这么简单，是吧？如果说有大哥，如果说他来了之后，大哥们能在我直播间就是说刷礼物，或者说哎看着他好，就是那多刷礼物，兄弟们。他不能给我带来收益的话，我不会再叫第二次，兄弟们。那主播又不是傻，兄弟们，我也这边兄弟们，我又不是那做慈善的啊！我、哦、操，飞机带我一天啊，女的叫过来那嘎嘎收，哼，自己皮毛钱那没有，对不对？这种不好，兄弟们。像第一天那个红衣女孩那也可以啊，就是给我带来这个来收益嘛，就大哥刷了很多嘛，对不对？就是你看昨天那个那就不行，兄弟们。做主就请人就像做生意一样，对不对？是吧？他做生意他赚啊，那对我来说啊，我没好处，我不会拿再请啊。红衣应该是最漂亮的，确实啊。飞今天是哪个？欢迎上车哥啊！哇、哦，上车哥今天富贵哥来了，转600块钱那个来买菜啊。今天安排了一个，他那边说有点忙，但是，但是我这边的话，我马上我让他晚点来了就行了啊。晚上有两个那个上车哥啊，欢迎上车哥啊，你看看照片嘛，不，你看我这个，能看看吗？你这房子可以哦。
快一点，提不动了啊。嗯，这个，但是啊，干嘛？这个是无语，我叫其他人的吧，你收工了吧？没怕今天改个无语下去嘛？这样子啊，怎么越来越二层了？我问。你问他了吗？大概多久那个收啊？大概多久那个收工啊？我这边可以等他，我这边可以等他啊。他这边晚点那就晚点，好吧啊。嗯，马上。还有另外一个，你这样，我这边的话人现在还待定，你把你那个全身照发给我看一下，你把你全身照发给我看一下，然后我确定的话，我给你发位置，好吧啊。昨天那个不行，军哥。昨天那个对我来说那没有收益嘛，是军哥，昨天那个对我来说那没有收益啊。快点我看。是这里面吧，我看看。今天住民宿上这个啊，没有拉黑昨天那个。昨天那个蛮开放的，怎么又不行？几号？上这个，昨天那个没有让我挣钱啊！昨天那个，找昨天那个，我直播是亏本的。上这个啊。几号？我看看，11226。几号门？我看看，11226。看吗？12264号，看我问一下啊。对，咱不对，你又摸又啃，那还不哎呀，我不挣钱嘛，是不是啊？不是，大飞，啊，这个到底是几号？几号门？我看看。我在这里等你啊。哦，你这儿等我。上这个，那挣钱是第一位嘛，对不对？是啊。那我不可能天天那妹妹那把钱挣走了，我亏本直播嘛，对不对啊？没有，我都这些女的就不要去整，我宁愿去吃肯德基。你的这是穷哥们的梦想，你太飘了吧？嘿，老板，你看看，这个是在这里吗？这个是在这里吗？民宿是吧？啊，对，就这个楼。126是在这吗？对，上去坐电梯上126，上12楼吧。哦，我直接上12楼就行了，哥。好，谢谢啊。嗯。见到人。哎，什么又摸又啃嘛啊？没有，做主播要记住一点，挣钱是第一位嘛，就直接上12楼，哎呀，做主播挣钱是第一位嘛啊？你说又摸又啃，那都是其次的事情，是不是？哎，是上首歌，男人第一位是挣钱啊。